欢迎三位来问候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狗王林凯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宇勋。大家好，我是方山。怎么说呢？只能说希望尽可能的诠释好两位这么优秀老师的作品，确实，是一种压力。然后也希望自己不要让老师们的选择失望。那是自然了，我觉得人的选择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既然选择了就要一往无前，尤其又是在我们的华语乐坛里面，两位说德高望重、德才兼备也一点都不为过。两位老师，你们平时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有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分歧吗？包括在选择歌手的过程当中。我觉得分歧倒不会，因为我们是很好沟通的。比如说就是会一直改来改去，比如说歌词一直改，然后他，我觉得他的那种 EQ 很高，他也不会发脾气，也不会不耐烦，这是最好的合作对象。两位都是好脾气的人，对，比较不会说不耐烦，或是再改就不写啊，或者是拉倒啊，我们都不会。